把这个酝酿胶涂于我们的瓷牙上边，画横线的这种方式，一层夹着一层，底下夹着酝酿胶，它自然会让你晕开。上面这里直接给它来旁边，对，给它来勾勒一下，对，把这上面这里直接给它加上，上面这里可以来若隐若现一丢丢。金箔给它加好了之后按压，上面这里一定要注意加的是我们的什么呀，俄式磨砂封层，这里勾我们的小边边的时候就随着你刚刚这个分界点，看没有，把我们的旁边这里直接给它带上，旁边边缘啊，用辅料胶拍出我们这种云雾感是非常好拍的，把这上面呢这里直接给它带上，再来一次啊，这边边上面也是一样的呢，再来给它把旁边带一下，再来加一个磨砂封层就可以了啊。加磨砂封层来勾边勾起来，等下做一个亮面的效果。金色来给它直接蹭一下粉，把这上面这里直接给它清洁一下，边边都没有多余的浮粉。上面这里直接给它加好了之后，加一下咱们的加固，加个我们的封层，你看，搞定了，好漂亮哦，宝贝们。